还是继续使用正体汉字来欢迎他们，今世世界纪录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。哦，厉害！台北市文化局给李局长。 最主要的发扬中华文化，啊，发扬中华文化。第二个就是它有实用的价值，也有艺术的价值，哎。 Chinese characters because I want to study them and I want to learn them. Say,你只要随时去注意你周遭，你就能够得到幸福。其实，只要一件小事，你就能得到幸福。